我们好像又放了一个时间。对啊，我一直很担心说我们课上不完。第一个礼拜你看，我们刚好跳过去，礼拜二开始上课，然后我们是礼拜一的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，虽然这边现在这样子讲好像有点假啊，但是我是确实希望他一个礼拜一可以上。然后开封篇呢，好像又有点假，但是事实上我礼拜一有。我也不晓得说是哪个，所以礼拜一来，奇怪，怎么对？大家都没有来上课，所以这样子对我们来讲进步会很好，尤其我们这次要考54，那54你大概原来我们计划就是差不多三个礼拜左右就要考一次，那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已经经过三个礼拜，这个假如就形式力来讲。今天是第四个礼拜，形式力哦，学校的形式力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考，今天要考第一，但是我们现在才交第一章，我也不想要考什么，人家不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要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感谢度，那感谢度对各位来讲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对吧？因为各位都这么优秀，所以我相信感谢度是没有问题，但是虽然说是感谢度，但是我们也不会。牺牲各位的这个吸收力，就是把课讲完，然后其他的不管，不会这样，好，那我们谢谢这个班长，这个把电书这个班长，好，协议，好，协议，协议，什么叫协议长？协议鼓掌还是协议长？协议长，协议鼓掌好像是听起来像这个高中生。好，主管是协议长，就跟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务长一样，我们现在这个不能讲教务主任，教务长。好，那我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就是说这个教室，各位看比下面的教室，这个豪华很多，尤其现在我们在节能减碳，好像到这个教室来上，好像有点这个不太好意思的样子，但是这一间确实是我们电机系最漂亮的这一个教室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它很漂亮，那所以我们系上就规定了很多，要希望大家配合的事项。那其中有一项，那个系上也是希望我们可以跟各位可以报告，就是说。当你进到这个教室里面，就不能吃东西，你不能喝饮料，但是可以喝水，那你可以带水去，但是就是不能那个吃东西，不喝饮料，喝饮料就是有那个甜啊、咸啊，让公司的水都是饮料，那你假如你是这个开水没有味道的那个，因为它主要是怕说滴到地上。然后会长蚂蚁啊，或者蟑螂，不好吃。那你开水倒下去，那就用天然的不会吃。这主要是这样子。那你吃东西也是怕那个碎屑会掉到水里。那因为可能有些同学这一个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新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知道。所以没有关系。所以你今天吃了，你今天拿进来就慢慢吃，没关系。今天不算。这样没关系。那但是就是从校庆，就是假如你有东西，比如给你早餐，对不对？早上我们这么早就上课，那你可以先坐在外面，等他吃我的这些，都没有关系。假如我们上课了，结果你还没吃完，没有关系，你先在外面慢慢吃我的这些，都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上个礼拜介绍了第一章。那第一章呢，我们跟各位介绍说，当你要用电脑来解决一个问题的话，那你要怎么样，电脑要怎么样帮我们解决？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知道说，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？那这个是我们人要去做的，也就是所谓程式设计。他要去知道说，我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？那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他要去知道什么？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？你说别人要求要我解决这个问题，那我第一步要先去了解这是什么问题，这是
什么什么，那了解了什么问题以后呢？啊，他要我解决什么问题以后呢，我第二步就要去找，我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？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algorithm， 就是演算法，就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？啊，那这个是程式设计师要去做的，不是提问题的人要去做的。啊，提问题的人只是说你帮我解决什么问题，那接下来就是解决问题的人要去想办法。好，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人就要去想说，我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那一个要我做这个问题的人想要解决的问题。啊，所以用什么方法？然后当他想到说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的时候，他要用程式语言，啊，把那个解法写成程式。好，所以这个就不算，就你要把它写成程式。啊，那写成程式，我们可以用高阶语言来写，就是像这位下级比较介绍的 C 加加。啊，或者这本书里面创办书所谓的 C， 啊，那就是都可以，或者你也可以用 Java， 像这边他们是用什么 C， 啊，他们比较是一个 C 加，所以不能这样说。那你把它写成程式以后，哎，抱歉，电脑看不懂，电脑它看不懂你这个程式，因为这个高阶语言的程式是给人看，那所以需要有一个它的编译器，啊，把这个程式语言设计者所写的那个高阶程式，把它翻成这一个机器语言，啊，把它翻成机器语言，那翻成机器语言呢？哎，电脑就看得懂啊，对不对？电脑就看得懂啊，你要我做什么事？对，好，比如你要我做加法，你要叫我做乘法，或者你叫我排序，我把一堆数字把它排序，对不对？电脑就看得懂啊，但是问题是看得懂没有用啊。电脑要去执行，对不对？要去把你的加法，你说这两个数字把它加起来，电脑知道说好，我把它加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要用什么东西来加？所以在电脑里面就有线路、电子电路，哦，这些电子电路专门把加法两个数加出来。好，那但是这个电子电路用什么来做？就是用一大堆电路，啊，用 IC 啊。啊，各位看到这个台积电，他们做的这个电，做的 IC 啊，那这个 IC 呢，再往下，哎 ，IC 要什么东西做出来？怎么样做才比较快？怎么样做才比较便宜？所以就有各种材料，啊，用这个发明的各种材料，去把电子电路做得越快越好，越便宜越好。所以各位现在就可以，你看你现在这个随便就买了一部这个手机型电脑，对不对？或者一台。桌上型电脑，哦，我知道有些人三台电脑，哦，我以前也是跟三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啊，他专门反正到处挂，或者是到处挂，反正他当他移动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拿着手机电脑，啊，只是他说他坐火车很无聊，他就在火车上面反正坐，啊，他这个也不是拿的，啊，所以拿着手机电脑，然后家里一部，家里一部专门回家，啊，啊。对不对？那通常你桌上平板电脑都比手机电脑还快，啊，所以你要做一些这个更高阶的这个上网的游戏那些，然后一台放在哪里？一台放在宿舍，啊，就是这个宿舍，这个宿舍上面，所以就有道理。好，那你现在为什么说大家都可以有钱去买好几部？好像现在的这个什么，我叫计算器。哦，因为计算器大家考试啊，连考都好像都很小那些。现在大家几乎都不用，为什么？手机一拿出来就可以当计算器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很便宜啊 ，IC 做的很便宜，所以手机就可以很多种功能，啊，也可以当计算器，也可以当闹钟，可以打电动，啊，还有还可以照相，对不对？哇，很多很多种功能。哎，那我以前不是啊，啊，你要闹钟，你要买一个闹钟。啊，计算器要买一个计算器，然后打电话要去那个客厅打电话，啊，然后要照相，还要装一个照相机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都是，一种功能，就一种机器。那现在因为 IC 非常非常的便宜，啊，所以它就比机械作业强。所以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机，可以这么多种功能。啊，像有些大老板手机甚至还可以当那个传真机用，还可以当印表机用。
啊，抓下来马上列印出来。哦，还有现在可以洗照片，一按好照片就洗出来。啊，刚才对我下班。好，那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你这个下面哈、哦，很多很多材料，你可以去研发，然后让它速度又快嘛。好、哦，你看现在各位真的很多东西都非常非常便宜。那我们那时候哈、哦，热电大学的时候，光是一部计算器，就是各位联考用的计算器，啊、哦，哦，一台就好几千块。你那时候的好几千块，不是等于现在的好几千块。那时候吃一顿饭五块钱，五块钱我不骗你。哦，刚开始去了三块，我那时候民国62年，啊，1973年进大学，那时候一顿饭三块钱，发锅了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，再过一个学期涨成五块，啊、哦，然后到我大专的时候变成好像10块，10出头块。哦，那你看现在各位。一个人自助餐大概应该就40块，啊，那你要有时候不小心想要吃一块肉，你就变成60块，啊，因为你那边其他只要是肉荤的一块就是20块，啊，就是20块钱，啊，所以我去年是看到肉我就把它跳过去，啊，因为你一小心不小心夹一块就20块，啊，那你用20块就掉2-3块，然后20块，啊，这是我自己的20块。啊，因为我们刚回家会吃到肉，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啊！你们不要跟我一样啊！哦、啊，每次一到节餐，然后就舍不得吃肉，哦、啊，那你这个三餐都吃不到肉不行啊！各位现在是在这个发育的时候，好，所以那时候是非常贵的哦，一个计算器几千块是很贵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换算成现在的钱，那很贵的。所以我刚开始我都不敢买，哦、啊，然后我。连我在考研究所考试的时候，那时候都是他在考试，我都没有计算器，都是用手算。啊，他当然手算你都算不出来，啊，一大堆数据算不出来。啊，但是这个就是说，这个啊，它的 IC 进步的真的非常非常快，所以又便宜又快，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的电子产品，啊，又便宜又快，可以做很多。好，那这些东西都是各位你说在。这个电机系4年里面，你要学到的东西，啊，你怎么样设计电子电路？好，所以就有电子图、电路图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去探讨？哇，材料比较快，就这个便宜的材料，好，就有相对的，包括电子材料的课啊，或者电子学的课，我会去，啊，我会去探讨。然后呢，你怎么样去这个设计演算法？啊？还有，因为这种也算好做出来的电路，那你们在大二的有一个数位系统的就必修课，啊，你就可以学到。好，那包括计算机方面，好，那我们刚刚提到说，你要写一个程式，对不对？然后写好了以后，叫电脑去把它执行。那通常我们写程式，里面一定要有很多资料，我要处理资料。我要计算数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就好像各位在算东西啊，对吧？比如电路学的，或者是微积分的作业一发下来，就叫你在计算，就会有多数字。啊，所以我们电脑第一个要处理的东西就是资料。啊，就是你要能够接受资料、处理资料，然后把算出来就有印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会碰到资料。只要你说，哎，我算的东西又没有资料，那你要做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你希望做什么？啊、哦，你说哎，我就是为了写程式而写程式，没有结果也没关系，那当然就浪费了。那假如你希望得到结果，那个结果就是资料，对不对？那你一定要给他输入啊，输入什么东西啊？算什么东西？啊、输入进去的东西也是资料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今天第二章要介绍最基本的东西，资料的程式到底。一个电脑里面，啊，它要处理的资料的形式有哪几类？然后这些资料呢，电脑要怎么样把它表示在电脑里面？啊，就比如说你告诉我处理整数，对不对？两个整数相加，那我这个电脑怎么样把这个整数把它存活在电脑里面？然后呢，我怎么样去处理这两个整数？包括怎么样做加，怎么样做减，等等等等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我们所谓的加减乘除之类的。啊，基本的运算，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把
这些资料把它存起来，好，然后呢，怎么样去处理这些资料，去做一些验算，好，那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资料的最基本的，一个就是它怎么样表示，资料怎么样把它表示，你光是表示没有用啊，还要是我资料怎么样处理，对不对？你是怎么样验算，啊，所以表示跟验算，表示就是 representation 就是表示，啊。然后呢，你怎么样做验算？它怎么样做处理？这就是 operation。好，所以我们会这一章主要探讨的会两个问题：跟资料你怎么样表述？好，然后呢，你表述完了以后，你怎么样去做？那当然，我们刚刚讲资料是整数，这个两个整数。但我们不只是光是要处理整数，我们要处理实数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处理实数。那除了数以外呢，我们还有个什么？比如各位送 email， 对不对？啊，你这个这一个处理的东西，并不是完全是整数跟实数，而是什么字母？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字母，跟 A、B、C 那些字母。好，那那些字母呢，怎么样表示？好，这个都是我们这一章先主要讲，所以这一章是非常非常 low level 的东西。就是说，电脑里面很低档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，对，你要能够处理啊，啊，你连资料、整数、实数这些东西都不能处理，那我要叫电脑算什么？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要介绍。好，那我们这一章是要介绍大概总共是六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整数怎么样表，好，那第二个就是初始商品，这个各位以前没碰过，好，所以我等一下会很详细的跟各位讲这些东西。然后再来就是你怎么样资料怎么样做转化，好，那为什么要做转化？主要就是这样。再来就是验算，这是资料怎么处理。再来我们想要做实数，实数怎么样表示？实数怎么样做验算？好，然后再来最后是 ASCII code， 就是我们怎么样给人家送 email， 这些字母到底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代表这些字母？也就是这些字母的表示方法，好。这大概是我们这一章最重要的。好，那讲这些东西之前呢，因为假如我直接讲，你会觉得很奇怪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东西你以前不晓得，啊，所以你不晓得为什么要讲这些。好，那我们先从各位最熟悉的东西讲。啊，不只是你，也是我啊最熟悉的东西。那我们最熟悉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时间位的。或者时间位的实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从时间位开始谈。好，你看我们从列数以来，我们所有接触的数字都是时间位。当你说二十三，这个二十三就是时间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中间有一个时间，所以从这叫二十三。当你说253，这个就是时间位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时，五十三的时，再来百，百就是十的平方，对不对？那对那个百的时间，那就是十的时间。所以你刚你说223，这个二就是代表就是两个十的平方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二十三，第二个二就是代表一个这个十的一次方的，有两个十的一次方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右边那个三代表是什么？是十的连数。就是有三个十的元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从列数开始，我们只要写223，好，你不要把它列出来，我们一一都把它看成是时间位，啊，所以这个就等于有两个十的平方，然后再加上有两个十的一次方，再加上有三个十的元素，啊，事实上。我们从小的时间位系统，它代表的意义就是说，啊，虽然我们小学老师没有告诉我们，说它代表什么，啊，但是你现在要知道它是这样。那么你等一下接触这个二进位的话，你就很容易就理解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时间位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时间位。
那这种时间位呢，就是说代表它跟位置有关系。好，你今天这个山在这边，跟这个山在这边，这两个是代表不同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叫做 position 的标准，就它跟 position 有关系，跟位置有关系。好，那这个是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好，那既然是时间位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哎，这个223，你一直给它加一，一直给它加一，好，加到这里是9，这位数是9以后，你再加一个，它是不是会递减？递到10位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这个是什么？每一个位数，这个时间位里面的每一个位数。只能容纳，只能允许有十个数字连到九。专家说，这个这一个位数的数字哦，当它大于九的时候，它就必须归零，然后呢，进一个一到九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，比如说你现在当你把这个三，对不对？三里呢，它是三乘十的连次方，当你把它叫做三，哎。当你变成九乘十的十次方 ，OK， 还 OK， 对不对？当你再加一哦，它就会变成十乘上十二连次方，对不对？那十乘上十二连次方是不是等于一乘上十的一次方？所以这个就是进一，就是因为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一就进到哪里？就进到这里，就进到这里。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你把个位数啊，让它。超过九的时候，它就会进一位，就是因为这样。好，因为这个 B 的关系 ，B 次的关系，当你九变成十，就变成十，它就变成十的一次方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变成十的一次方，加上零乘上十的零次方，所以为什么个位数就会变成零？然后十位数就会加一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好，那同理，时间十位数也是一样。这个十位数，当你二一次加它加到九，再加一个让它十，好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百位数，好，就会建立了百位数，然后这边就会变成零乘上十的一次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一次进位一次进位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好，那所以每一个位数，你最多只能允许十个数。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每一个位数你要能够容许十个数字出现。换句话说，假如你用这种时间位系统，你每一位数要设计一个电子电路去分辨这十种动态，你把每一个数字当成一个动态，对不对？好。那所以你要设计一个电子电路，哇，它能够分辨十种状态，那你就叫某一种状态是零，某一种状态是一，某一种状态是二，等等，每第十种状态是九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能够有一个电子电路能够产生十种状态，你才能够去分辨零到九，不然你怎么样分辨它？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说，哎，有两个，我们时常说。哇，两个双胞胎姐妹啊，或兄弟，哇，简直分不出来。那为什么分不出来？他们的基因完全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要分辨得出来，因为它有不同的状态。可是人耳朵大一点，那个人比你尖一点，它是不是代表不同的状态？对不对？你要是这两个人啊，耳朵一样大，形状一样大，鼻子一样，身高一样，头发一样，什么方都一样，那你就分辨出来了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十个数字哦，对，每一位数都已经连到九个十个数字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设计一个电子电路，能够分辨产生十种状态，能够分辨十种状态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才能够去记录零到九这九个数字。好，好，但是很不幸的，这种电子电路啊，非常难做。而且非常不可靠。好，你一个电子元件，你要做出十种状态的这种电子电路，
非常难做，而且非常不可靠。那非常不可靠的太容易出错，好，非常非常容易出错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我就不再详细讲哦，反正你也知道，对不对？要你分辨十种状态，跟分辨两种状态，你一定觉得说两种状态不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我们从小我们熟悉的数字系统就是这样直接问题啊，那。直接位置呢，它你必须要能够分辨十种状况，零到九。那这种对我们电脑来讲，对我们的电子电路来说，啊，是非常非常困难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电脑或者所有的电子电路都可以接受的。两种状态很简单。好，各位刚刚开始进来这个教室，这个教室是说啊，对不对？就现在没有看，好，这里有。再来，第二种状态是什么？把这些状况开。好，这是第二种，所以我们只有这个。或者你开一个关，哦，像我们现在开关。你家里搞的是比较高级的房子哦，你就画着你的开关了啊、哦，你的那个墙壁的开关，按一下一个灯亮，再按一下两个灯亮。按一下三个都这样，对吧？整个家也是这样，啊，因为我家的客厅是这样，啊，那个我那房子是松的，啊，那每一次按了半天，啊，噼啪啦噼啪啦好久，啊，哇，这个第一次两个灯，第二次三个灯，第三次五个灯，啊，那最在第四次全部灯都亮，哇！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两个灯跟三个灯，通常我都两个灯，哎。啊，但是我也要按好几次，啊，它是很麻烦，很麻烦，而且很容易出错，因为搞不清楚到底是要按几次。那有时候它还会，有时候还会怎么样？一二三四五，按到全亮哦，你就按下一个那边的四，只要你很快连续那边的四，那你只要就按到五全亮哦，你休息个几分钟，再回来按，它又从第一个灯开始亮，所以显然它是有一个时间线。哦，他反正很复杂，哦，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，我已经在那边住了好久，我还搞不清楚这些灯，哦，他反正每次进去乱按，然后看他这亮几个，就按，就乱按，按到我要为止，好、哦，那所以你看这种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按的有总共有十个状态，就很容易出错，啊、哦，那你假如是两种状态，就是要么就亮，要么就不亮，哦，那就对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电子电路，啊、哦。用来做这个电脑的电子电路，就是这两种状态，一个就是开，一个就是关。啊，那当然我们这边所谓的开跟所谓的关，等到你连电子的时候，它们就不叫做开或关，好、啊，它叫做 cut off， 跟 saturation， 跟饱和，一样吗？就是不通。啊，那要么就是饱和，那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用这两个字，我们就是要么就是开，要么就是关。啊。开了就让它亮，啊，关了就让它不亮，这样，啊，这个是最简单的电子电路，做起来又简单又可靠，啊，那怎么样可靠法？我们等一下再讲，啊，连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冷气也是一样，啊，我相信各位家里的冷气也是一样，就是这样嘛，就是比如你设到25度，我晚上开冷气25度，对吧？那25度它事实上比它不是随时给你保持在25度，哦，它是然后你现在人进来了，或者你刚刚打球摆过大汗进来，你来保持25度，对，那这时候温度就会上升，哦，那上升到比如说27度，你就忽然听到那个亚洲鱼啪，对不对？以前是有上升的，所以你上个课你就可以听到很多次在哇。不然啊，这样，但是呢，当你超过27度的时候，那压缩机就全开，就开，那这是全开哦，哦，没有说一半开哦，就是全开。啊，那全开了，有压缩机一开，温度就升上去。啊，它不是降到25度就关了，可能降到28度。啊，然后呢，就全关，你就听到哎什么，噔，把那个机关上去。啊。然后呢，等到温度一直升到27度，你会看到突然，哇一声，对，因为它压缩机不开，你
温度就大概差不多，啊，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热气，那么就是，那这种冷气呢，是最保险，可是最保险的就是它故障率，就是开个关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不会说这个家，你看你家的冷气很少坏掉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山大学比较爆，比较容易爆，因为它用在海边，所以很多盐分。可到后来不是因为它的这一个电路坏掉，啊，比如说它那种酒电子有问题啦，或者是这个电流有问题，就是不是这些，而是什么被那个盐巴锈坏掉。但是看它那个冷气后面哦，整片都烂掉。哦，你可以对比看，啊，像我们实验室的冷气哦，我用了一个850啊，你后面两一摸，再两一碰，它就一块东西就掉掉，啊，那是锈掉，是锈掉，啊，所以像这种冷气的话，是只有开跟关啊，它非常不太容易坏，不太容易坏，但是这种怎么样，当然不舒服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才有所谓的电子冷气啊，那个破坏，因为那个以后你们慢慢的就会学到更多的。但是就是这种只有开跟关，第一个很好做，它成本低，啊，像现在的背面冷气价格都很高，所以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普遍就是这样，啊，就好像以前的那个一根电视，其实一根电视很早就出来了，但是很贵啊，啊，那时候一根电视一出来啊，一台120万，对不对？一般的家庭根本买不起，啊。那到后来压到5-6万，啊，那现在多少？现在大概2-3万6万。所以现在很多家里都变成是有机的电视，啊，可能比较厉害。但是那时候10-20万的时候，啊，好，那所以现在的冷气呢，这个还是以这个开跟关这种冷气又便宜，然后就这个。就是它又比较可靠性比较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电脑还是一样用，只有两种状态，电子跟冷气。啊，因为它又便宜，啊又可靠。啊，他说这两种状态，一个就是开，另外一个就是关。那我们叫开，叫做一的 state 1。啊，这两种状态，对不对？一种状态是开，一种状态是关。那开的我们叫做一的 state 1，然后关的状态我们叫它 state 2。所以2等于1。好，然后呢 off， 什么叫做？这个就是对。那既然我们的电子电路设定出来只有两种状态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我们刚刚的那些数字，是不是每一个位数轮子里就可以引起两种数字？看到这里，好，好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比如说我再写一个11.1，好，那我这也是一样，这个代表0次方，这个代表1次方，这个代表2次方，那谁的0次方，谁的1次方，谁的2次方？连高了，我们刚刚看，三个圆果容许连到9的时候，哎，那它就是10的几次方。好，那当它只能引起连到，假如它只能引起连到7的时候，那就是8的几次方，所以这个就叫8倍数。那当它只能引起连到1的时候，那这个就是2的几次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上面就是连2的，对不对？它二的话，它就进位啊，所以这叫二的啊，二进位系，这个叫10进位系，这个叫8进位系。那我们现在因为只能连跟一这两种状态，我们不允许2、3、4，哎，有点可能你现在数字是1，那你再加1，它就变成2，它变成2进位，所以我们叫做2进位系。好，那这个2进位系统我们叫做 IMS。所以我们的电脑或者一般的电子电路，啊，都叫做白数字，这个二进位。好，那二进位系统呢，就是这个数字就是2的数。好，那这个数字就是2的数。
那这个数字是由二。所以你当你用二进位来写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把这边写一个小数跟二，叫它二进位。啊，那十进位像我们刚刚写的228。啊，有些人他为了跟其他的进位系统分辨起见，他刚刚写的，对不对？就跟各位高中在写那个 log 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是以十为底，你通常你就直接写 log 八，对不对？但是事实上是 log， 啊，以十为底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现在是以二为底，你就会写log 二，然后我们这个也是一样。好，通常只要不写，就代表是十进位，这个是十进位。好，那假如你是其他的进位系统，你就要把它标出去了。啊，它是二进位。啊，那有时候你可以从那个数据看到，比如我写一个238，你就不可能说它是二进位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已经出现了八，出现了三，出现了二，这三个数字都是二进位系统不能出现的。那个数字啊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说，你说它不见得是十进位系统，对，它可能是九进位系统，当然它也不能是八进位系统，对不对？它有可能九进位系统，可能十进位系统，十一进位系统都可能。啊，但是你能确定的是，这个数字绝对不是八进位系统，是吧？啊 ，OK， 好，所以我们通常啊，我们写出来的数字绝对不会让你混淆。啊，就像这个数字第一页。好，我问你啊，我怎么知道是十进位，对不对？还是二进位？啊，所以我就要写个二进位。哦，对，它是二进位。好，那我只要这样子以后，这个数字代表的东西就是等于一乘上二的平方，只要一乘上二。所以这个数字你就不能讲说110哦，那你练110那就是。所以讲说二进位你要练110，你怎么就练110？啊，你不能练110，啊，110。那这个110最后二进位的数字，它代表十进位的多少？哎，你就可以把它算出来。啊，这时候算出来那就是十进位，啊，它是一乘二就是四，加上二，加上。所以这个利用就是十进位的意思啊，所以你从十进二进位你就会换算成十进位啊。那通常我们以后你刚才习惯，你可以讲一页二进位一页这样子啊，那代表就是十进位的利用，这样 OK 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以后碰到在电脑里面碰到的数字系统，真正电脑在操作的，啊，电脑在算，它只接受二进位，它只接受二进位，啊，它为什么接受二进位？就是因为电脑是很好做，非常好做，啊，那你越好做的话，价格就可以低，才可以被广泛的大众接受，所以大家条件嘛，对，你今天做了一个十进位的系统，啊，拿一个那个电脑卖出来100万。对不对？跟人家一台电脑30万块，啊，你说哎呦，我的很厉害，我可以做你这个平常很喜欢的十进位系统，啊，问题是价格高，所以人家不会接，啊，所以现在还是都是二进位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个第二章我们要介绍总对它看，都是二进位，啊，当做这个十进位，OK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怎么样，这个代表我们的整数啊，包括实数啊，等一下都可以看，都是二进位啊。好，那我这个我们刚刚介绍说我们的十进位，对，十进位系统啊，比如说223，那你要再把它加上198。然后把两个麻加起来，啊，那各位都很熟悉哦，223198，麻加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老师就会告诉你，啊，这右边，各位又要对各位数对齐，
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退休，因为这个退休资方吗？退休资方，好，还是一次方、退休资方，他退休方叫人一、二、四，我要不就四，这个没问题。好，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就直接加入。好，好，但是现在呢，等于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这样。223-98，来，好，那我们再来一个198-223，来，你想一想，你怎么做？你这个，你再把223-198等于多少？你说老师这么简单，正的多少？对不对？那我说这个198-223。那这么简单，负的多少？哎，我现在问你，你怎么知道这个负的是正的？你怎么知道这个负的是正的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还没有算之前，你先看看它这里面数字哪些大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比较大，那就算出来就算了。好，那这个比较小，那就算出来就算了。所以我在算这个的时候，我真的就223-298，真的正。但是我在算这个的时候，我是怎么算？我是先把它算223-298，得出来一个正，得出来以后我再给它加一个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从小就这样算啊，对不对？当你做198-223，你会给它等于198-223。我不晓得呢，我的老师没有教过我这样写，不晓得怎么写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这样说，哎，好，你先223-198先写。讲完了以后，你再给他一个图案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都教大的写小，我们现在教写小的写大的，不教重点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时间会里面，你怎么样做减法？你怎么样做减法？你要去看看这两个数字哪个大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大的放在被减数，当做被减数，然后把小放在减数。然后解出来结果要不要加负号，再看看到底这两个数哪个大，是大的在前面还是小的在前面，是大的当被减数还是小的当减数，对不对？假如原来大的是被减数，小的是减数，然后解出来结果就是减数，对不对？假如原来小的是被减数，大的是减数，那解出来结果你用大的减小，解出来结果前面那两个数是什么？啊，有点对啊，我也没有什么，绝对没有什么不同，对不对？从那个这个小学就教育就算到现在也很愉快啊，啊，然后每一次考试都过关斩将，没有什么出什么错的。哎，但是问题是，最难的，他考虑的都是这样，最难考虑的不是光是说做也不错，算出来结果是做也不错。最难我们考虑的是，你这样算出来有没有有效？就好像我们有些同学已经算心算，对不对？已经上阶段了，最终已经算心算，你要快，对不对？你不只是要过瘾，而且要快。那我们电脑呢，讲究的可以跟心算比一般心算，你不只是要过瘾，还要快。那这种方法算减的这种方法，我怎么办呢？是跟电脑自己的各种方法比较失败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先判别这两个数字哪一个大，哪一个小，对不对？它做大小这种叫比较器，把这两个数字的大小比较，这个超级，很高级数。啊，你怎么去比较198-223，哪一个大，哪一个小？第一个你要先比较百位数，啊，百位数2:1大，好，223:1大，对不对？但是当百位数一样大，你要去。看哪一个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百位数跟十位数都一样大，你是要比较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比较两个数字大还是小，这个花时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等到你把它比看谁大谁小，哇，也只能结论说到底有谁要当被减数，谁要当减数，那结果还是错，对不对？你要认同真正的两个相似。好，减完了以后。再把它负号加上去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减法。
所以你看多复杂啊！你总共做了三步，第一步比较两个道理，第二个真正去做结果，第三个把那个点看有没有交上去，然后再做。那我们电脑人觉得哇，这个太花时间了，我们希望一步就做完，就是不第一个不用去决定它谁大谁小，啊，第二个也不用决，第三步也不用做。加减到底要不要把减号放在前面？都不用，我们希望只用第二步做就做完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。好，就我就必须决定化。我什么东西不管它谁大谁小，我只要做第二步去减，把它就做完。是不是比刚刚的那个三步又快？对不对？他说就是我。好，那这个第二步比较，所以我们休息一下。好。